天是22号，然后我们要去，现在呢要去迪奥做一个高定的 fitting， 也就是把我心心念念期待很久的粉红色的大衣给揭幕。然后呢我们会试一下这一季的一些很多很漂亮的一些高定的礼服。另外你看现在窗外，这是我第一次在巴黎看到大雪。高定里的一个工艺呢，就是说我们任何布料不会单独来做，是像这个即使是真丝的花边，我们也给它附上一层网纱在里面，是隐形的，这样就保证它的撑感和造型感会很强。因为真丝的蕾丝花边呢，它是一个非常软的，不会有太多造型感，但这种褶皱的话看起来没有那么严重，有一个撑的一个圆纱在里面的话，它整个褶皱会感觉很严重。整件衣服呢是通过皱褶的网纱和真丝的蕾丝拼缝而成，拼缝是一个高定很特别的一个工艺，而且整个裙子没有任何其他结构线条，所有结构造型的线条全部融在这个拼缝里面，所以这个裙子呢是18秋冬里面很 signature 的一条裙子。不争不抢，但是又非常能够代表我性格的颜色，且这个蕾丝我觉得是非常代表法国迪奥的。我现在在车上，我们驱车前往罗丹花园，也就是这一次高定的秀场。然后呢，看一下我今天整套 look， 因为现在是1月份，所以整个天气会比较冷嘛。所以我外面配了一个自己的一件外套，看一下我们这一次的这个邀请函。哇，好像这一次做的像是马戏人一样。秀已经结束了，然后我刚刚开始补拍一些小视频。